大概他们都是实力党吧。嗯，我跟你说啊，花越多的实力越高，你应该这样说，妹子。嗯，哎呀妈呀，你我，等会儿别哎呀，我的着头，急。我不是高手，我不是高手，别打，别打。放心，妹子啊，我上一把一杠四 MVP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这把定位赛，什么？定位赛？所以我进大师的。哦，晋级赛，我还以为你定位赛，我还以为现在有定位赛了。怎么可那能？打不了，打不了。OK。好的。我溜了，我溜了，这火男有点溜。怎么回事？刚开始就。你要明白一句话：开局豪言壮语，中期沉默不语，这都是正常的。哎呀，打得好呀，韦恩，乌兹哥，国服第一，韦恩兄弟，这把保大爹打，兄弟，有了，可以。这个拍马屁拍的不一流。我跟你说啊，那玩游戏那不就图个开心啊，对吧？那队友玩的这么猛，那我们适当躺一躺，那大家都很开心啊，你开心我开心。这不我在拉哥们扯。儿，哥们儿，你喝，哎，没事，哥们儿，你别害羞啊，大家都是兄弟啊。一过去 Q 一下，好，他死了，注意我的细节，兄弟，我是直接越塔单杀。可以，这个时候不要说太多话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跟路人玩游戏还是那句话，我们要点到为止。对面打野不见了啊，刚出现，对面打野被是漏弱了手。中路。OK，让队友先说下话。对面火男的话，2000元左，跟我钱是一样的。一过去 Q 一下，注意危险！这个时候不用急，一过去再 Q 一下。我们先补刀，嗯，诺手在上路。玩亚索的话不用太着急的，打火男的话怎么说呢？打火男的话，像法师这种英雄，等我们亮刀做出来之后就特别好杀了。现在的话属于是一个发育期，这波线清完的话，3分钟核桃有果子的，可以吃果子去。吃完果子经济也很高的。你要想，我们吃一个果子45，对面少吃一个，哎，是不是一来一回就是90元子？经济就是这么来的，懂我意思吧，兄弟们？3分钟准时去上路吃果子。OK，蟑螂的话进化了。吃个果子45，一来一回90元子，然后我们吃两个果子，一来一回就是一百六，懂我意思吗，兄弟们？这波把线收了，吹起来，OK。这个时候再去吃下面的果子，我们现在那个亮刀的话马上就好了，亮刀还差800块钱，很快了。OK，这波我们再往中路靠，先把眼排了，做个眼。然后再把自己家果子吃了。我现在压火男300元子的，我们一换一，我压300。这波的话还有机会吃塔皮。诺手在旁边，诺手在旁边的话那就算了。怎么说，小伙子，吹起来，嘿嘿，假装自己是个呆子。哎，嘿嘿，有呆子上当喽！这波伤害不够，上点火伤害不够。不过没关系，诺手的话还行。没事的，兄弟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对面石头人这种英雄很难打得动的，发育就好了。嗯，EQ 封墙，哎呀，没封住。那个诺手的话叫什么技能？雷霆半月斩，好难受啊！他有闪现，火男老六有闪，我单杀了妹子。厉害厉害！可以可以，你晋级赛有望了。注意我的细节，吹起来旁边的空气，让他窒息，一丝血反杀他。哎呦，急了，上点火，E 躲他 E 没躲掉，兄弟帮我报仇，吹一下吹一下。OK，兄弟活下来了，兄弟。先帮你，可以可以。真的。才退了俩，他没闪现了，他没闪现了，可以，你要拿仙梦和小龙我都能来，这不关系，这机是开大了吗？刚才 VM，直接锁住兄弟们，我们打小龙吧，我们打小龙帮下我们家那个炮车，帮下我们家大爹，我来帮你打，那个我来了。
上单小心，哎，诺手在这里，妹子妹子，机会机会，我知道，你知道你知道你倒是动手啊。OK OK， 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机会到了，雷霆半月斩，哇 ，nice， 两个闪现两个闪现，可以越的，可以越塔可以越塔，来个猛男扛下塔，哎，可以，我再扛我再扛我再扛，可以打可以打，我再扛我再扛，对对对对对 ，nice nice nice， 打得漂亮。我没有封墙了，完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别管我，别管我，我封墙乱交了。走吧，先走吧。布兰德没虚弱，对面也没技能了。走走走走。OK， 对面对面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对面火男搞了一个双 buff， 没有虚弱了。Nice nice， 兄弟。不好意思，风墙挡住 ，EQ 击飞，雷霆半月斩，兄弟看我操作，以雷霆击碎黑暗，吹起来诺手，你要死了吗？我怎么会死？当我没说。喂喂喂，哎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哎呦，大放错。我到了我到了，蟑螂坚持下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诺手血怒了，我家里着火了。哎，兄弟，我家里着火了，别追我呀。我要回家，你们上路就两个，你们上路就两个，他们都在中下的。我靠，老六，你要干嘛呀？哎，先锋给我解了。对面那个诺手在中啊，火男也在中，没人在上路的，你们二 v 啊，你们看着打。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攻击，我们现在也在。好的 ，OK， 我可以来上了，我这波推过来了。我要回家了。没事，你有大吗？你大到我就能杀。我没个蓝了呀。那你走吧，那你走吧，我自己看着来。哦，没事，我吃个果实，有希望。OK OK OK， 我有风，我有风，看我风，看我风，好大好大，好机会。你们拿你们拿，我不要人头。Nice nice nice。对面火男来了，布兰德。我走了，你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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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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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呆子兄弟，他那个没虚弱了，他没虚弱了，我回家了。两路被推了，没事，慢慢来吧。这把的话，我估摸着得靠我们家乌兹哥起来之后，我们俩双 C 就好赢了。这不用急。我有蓝了，我这波主要是想把它划划，我想划出去的，没划出去。放心的打吧。EQA， 吹起来，怎么说 ？Q 一下，蟑螂兄弟，我能卖，你能行不？你伤害还行，应该。我击飞两个，雷霆半月斩，以雷霆击碎锤子。啊，不要，我是妹子。换一下线，妹子妹子。你去跟着那个乌兹哥，乌兹哥去中了。乌兹哥是哪个啊？就这个长得还可以的哦，不就是那个穿皮鞋的。你告诉我是螳螂吗？不是，螳螂都没脚，咋穿鞋的？是哪个？是那个维恩吗？维恩维恩维恩。维恩就维恩，还乌兹哥。那他这差不多嘛，每个英雄有外号嘛。OK， 溜了溜了溜了！哇靠，你的塞拉芬妮真的是飘了！卡莎你也是飘了，有虚弱，好。卡莎没虚弱了，我上路三个，你们看着打，我上路人还挺多的。雷霆半月斩。OK， nice 啊， nice， 小龙可以拿，小龙先锋都可以拿。OK， 对面技能都交差不多了，我回了，我回来出来打小龙。回家买个装备，来个小木锤，加一些血量。
然后裸个黑切打石头人好用一点，这石头人和诺手还是挺漏的，火男也挺漏的，他们都挺漏的。我来了我来了兄弟，要不我们等一下队友吧，我那个我们家的双人路还在家里杵着呢。哎嘿嘿，来了来了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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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ce， 对面不要了。哎完了啊，不要，我是妹子纯的，不纯不要钱，兄弟救我呀，你不要看着呀，我家里着火了，有点事，你们先打，他们大招全给我了，我吃了五个大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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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胡汉山又回来了，我回来了我回来了，没闪了没闪了，那个卡莎没闪，我吹起来了我吹起来了，雷霆半月斩都别活了，我说的是我，蟑螂加油！啊，我不编弹幕的啊！感谢破风送来的宝石节啊！感谢哈尼老板送来的礼物，谢谢老板送的礼物，谢谢。嗯、我这波把线收了，吃个红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我们家维恩在发育。喂喂喂，我们在一块吧，我们俩直接连体婴儿，兄弟。我们俩机会对面吃不消的，这石头人在旁边好吓人啊。OK OK OK， 大龙得看一下，不能那么多人去上路的。大龙好像得稍微看一下，他们没有打。OK， 来来来，中路中路中路，一过去一过去一过去，普通攻击 A 接 EQ 接普通攻击接，不着急接。哎，你拿你拿你拿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草地怎么这么多老六啊？好啊，雷霆半月斩，卡莎要飞我了，我感觉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石头宝宝过来了，慢点哦 ，nice， 打大龙，大龙不要追了，大龙，大龙冷静，兄弟们，石头有大招的。哎呀，我在干嘛？我杵在这里不知道在干啥。我们还是可以打大龙的。指挥呀！我在路上。我家也没回，我杵在那里指挥是真的，我醉了。可以打的，可以打的，来来来来来。喂喂喂，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。对面那个，我看一下，对面没有技能的，我们打完走。哎，能大吗？能大吗？击毁他！雷霆半月斩。你们拿，你们拿。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别别别别别，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，兄弟，我是妹子，我是妹子，我是妹子，纯的纯的，不纯不要钱。哦、oh, ，nice， 推铁棒抓个盾，吹起来，旁边的空气让他窒息，吃个果子，我不慌，我血量很健康，怎么说？我们要不要推个高地？我血量很健康的。OK， 火男，那个卡莎没闪，兄弟兄弟，偷偷的，他听不到。哎，我是老六，嘿嘿，可以，兄弟。吹起来，雷霆半月斩，我死不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波可以推高地的，我回了，我没血了，对面活了两个。来个这个，对面石头人活了。是的，还有塞拉芬妮，你们小心一点。这波回家买个装备，来个这个，来个大剑吧。这石头人还是挺漏的，他这装备。反甲冰心看着还是挺吓人的。嗯嗯 OK， 妹子你打团，你打团只要保护好乌兹哥就行了，你保护好他，我们打团随便打的，我跟那个，我跟魏直接去卖，然后蟑螂你收割，然后妹子你保护乌兹哥，然后死我一个就行了。都来了都来了都来了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在吗？有人吗？没人我待会再问一下。没有人啊。OK， 雷霆半月斩，完了，两个虚弱，虚弱不要钱是吧？快快快，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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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、oh, ，nice， 我吹起来卡莎了 ，nice nice nice， 冲冲冲，石头有大，我拉扯下。印度灰饼挡住，大招好了。哎呀，反甲，他有反甲。打他等于打自己，喂！我每把都有讲解的，就是像什么运营操作这种，没事，龙弟也会整理一点视频出来。
这个意见很不错。这波什么又要刷了？大农要刷了，大农要刷了，来打团吧，我们可以直接打团的，出去先。喂喂喂，可以打团，等你来开。哎，好开，雷霆半月斩，我有风墙，我有风墙，我没放出来。手有大的乌兹哥，小心一点，看一下看一下我们家炮车，炮车炮，喂喂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卡莎卡莎卡莎没闪，这里这里这里。OK Nice。 哎，完了，蟑螂要死了。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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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ce， 没死就 Nice。 一波了一波了，我死不了我死不了，我有复活甲，而且我有银血。 OK， 当我没说。妹子你大师了没？